准备好四根橡胶垫和电机座，把橡胶垫尖端插入到电机座，可以借助螺丝刀推入，将橡胶垫压在底部。一个橡胶垫安装完成，其他按照同样方法安装。准备好四个电机和四个电机座，将电机透过电机座插入，电机接线端子从侧面引出，稍稍用力将电机压入至底端。小朋友安装时要注意电机轴很精锐，小心伤到手。电机安装完成后，将电机线拧几圈。一个电机安装完成，其他照同样方法安装。准备好一块飞控板，四颗螺柱，四颗螺钉，电池仓安装在飞控的底部，飞控板上面有四个固定孔，将飞控板四个固定孔和电池仓的孔位相对应。翻转到飞控正面，使用螺丝固定电池仓。再翻转到底部，用螺柱拧紧。其他按照同样方法安装。准备组装好的飞控板、碳纤板材、四颗螺钉、一把十字螺丝刀。安装时注意飞控板的箭头方向指向机头方向，飞控板的箭头和碳纤板凸起的部分相对应。先将螺钉安装在碳纤板上，然后将碳纤板和飞控板固定。借用螺丝刀拧紧。准备好四个装好的电机、装好的碳纤板、四个电机底盖、一个套筒，以碳纤板凸起的部分在下方为准，左上角和右下角位置对应红蓝线电机，右上角和左下角位置对应黑白线电机。先安装右下角电机，借用套筒小工具，将电机底盖放在套筒较大的一端，再翻转飞机背面，将碳纤板卡在电机座盖上，将电机插入电机座盖中，对准卡扣，将套筒较小的一端按在桌面，稍用力一压，一个电机座盖安装完成。同理，其他按照同样方法安装。保护环从电机接线端子插入，自下而上套入，与碳纤板贴合，使用螺丝紧固保护环。借助螺丝刀拧紧。
其他按照同样方法安装。翻转到飞机背面，将电机接线端子插入到飞控板上，注意避免反接造成电机反转。电机和飞控板连接完成，以碳纤板凸起部分在下方为准，左上角和右下角位置对应 A 桨，右上角和左下角位置对应 B 桨，分别将 AB 桨也通过下压方式可靠安装在对应电机位置，注意在安装过程中桨叶和电机盖要有一毫米的距离。桨叶安装完成，翻转到飞机背面，将电池没有线的一端从侧面插入电池仓，然后将电池线插入飞控板端口直到接触，注意电池正负极，防止反接。粘贴在塑料壳的四个机壁卡槽，再把吸塑壳安装在碳纤板上，注意吸塑壳 LiteBee 的尾部凸起位置和碳纤板凸起位置相对应紧扣。 LiteBee 组装完成，谢谢大家。